港星许靖韵飞上海工作确诊，港媒报其无缘参加节目，目前仍在隔离。许靖韵因参加创造101而被内地观众熟知，她的唱功和音色在节目中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她从香港飞上海也是为了参加音乐节目生生不息，然而没想到如今能否参加还是未知数。许靖韵在香港做完核酸检测，当时的检测结果为阴性。她从香港飞上海，落地后检测结果却是阳性。此后她又多次抽血检查，最终结果确定为阳性。不过许靖韵目前已经康复出院，她也亲自发文报平安，并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，但她目前仍然需要隔离。谁能想到这还没出隔离就被爆出工作没了，许靖韵疑似被踢出节目嘉宾之列，此次内地之行很有可能是白跑一趟。媒体联系到了许靖韵的经纪人进行求证，对方表示许靖韵一直都只是这档节目的飞行嘉宾，并不是常驻嘉宾。许靖韵来内地还有其他工作，看来此次她肯定是不会白跑一趟的。